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见贤商学院的王超老师，全球科技产品体验官。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水与生命的关系。首先，人体内的水呢，约占体重的60%到70%，而大脑的含水量呢，在85%，血液与消化液的含水量在90%。在我们体内发生的一切的新陈代谢，都必须由水作为介质。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摄取2500毫升的水。每18天我们体内的水分就需要更新一次，到了70岁的时候，我们总共需要60吨的水啊。因此，水的质量决定了生命的质量。那什么样的水是人体需要的水呢？首先，水是由无数的分子团构成，像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自来水、瓶装水，一般是由13到20个水分子团组成，是典型的大分子团水。而山林间的泉水和高山的雪水则是由5到7个水分子组成，是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小分子团水。200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阿格雷提出了细胞膜水通道理论。他们发现，只有10个以下的小分子团水才能够进出2纳米宽的细胞膜通道，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小分子水是一种给细胞喝的好水，也是人体真正吸收的健康之水。目前用核磁共振这种技术来测定水的振动频率的半幅宽度，以赫兹来表示，来测定水分子团的大小。赫兹值越大，表示水分子团越大，水的质量呢就会越差；赫兹值越小，说明水分子团越小，水的质量呢越好。自来水的水分子团是由16到20个水分子构成，在110到130赫兹之间，属于大分子团水。有良好理疗效果的水的分子团呢，是由7个水分子组成，在60赫兹以内。而太赫兹健康好水的水分子团呢，是直链排列的水分子结构，频率呢低至7.6赫兹，是细胞更易吸收的好水。小分子团水获取成本比较高，售价呢也会相对比较高。那如何才能持续喝上好水，又不增加经济负担呢？给大家推荐一台风靡全球的健康制水仪，它就是我们太赫兹健康水仪。它是使用自主开发的最先进的太赫兹能量发生器，释放了 0.96 太赫兹波作用于水分子当中，从而透过太赫兹波改变水分子的氢键结构，让水分子从原本的氢键角度 104.5 度扩宽了3到5度，变成了 107.5 度到 109.5 度，成为更强的氢键，使其改变团状结构成为直链排列。这使水的能量增强，可携带更多的氧，增强水的利用能效，从而获得稳定直链排列小分子水的一款健康制水仪。太赫兹直链排列小分子水进入人体后，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特别是微循环，可以携带更多对人体有益的养分、矿物质、氧气进入细胞的每一个角落，促进细胞的修复与更新，加速毒素与废物的代谢，活化机体的免疫机能，维护内分泌系统的平衡，同时呢还有美容保湿养颜等功效。太赫兹水不仅是稳定直链排列的小分子水，经检测，太赫兹水比普通水的粘度降低了680倍，粘度低代表它的亲油性特别强，渗透力强，溶解力强，具有乳化油脂、增强脂类代谢、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用太赫兹水喷洒抽油烟机数次后，静置几分钟，污垢啊会快速被溶解，轻轻的擦拭即可光洁如初。由此可以证实，长期饮用太赫兹水对于长时间饮食过于油腻或者是高盐高糖导致的血管弹性降低、血脂升高、血液粘稠等症状具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用太赫兹水浇花种菜，可以延长我们的开花时间，蔬菜生长得更加的旺盛。用太赫兹水养鱼，我们的鱼池当中不容易长青苔，无病虫，鱼儿的存活率会较高。同时，经检测证实，太赫兹水一作用3分钟之后的水呢，大肠杆菌及红色毛癣菌均减少85%以上，总抗氧化性的百分比为81%，抗氧化的能力相当于提升了4倍。抗辐射的能力足足提升了2倍。太赫兹水还可以直接外喷皮肤，可以滋润皮肤，快速补水，改善干纹细纹，提升面部的轮廓，增加紧实度，改善皮肤的弹性。用来清洁伤口、皮炎等部位，可加速愈合，淡化表面的痘印、疤痕，修复敏感肌。太赫兹健康水仪是家庭必备的健康制水仪，
一键启动，三分钟将普通水转换成更利于细胞吸收的好水，让每个细胞喝上好水，健康生活，好水相伴。这是一款唯一获得自主发明专利的泰赫兹健康活水饮。产品获得一项新型专利，一项外观设计专利，两项发明专利，共四项专利，并荣获全国保健服务用品用具产品质量追溯公示与保健服务用品用具信息验证证书。我们一直努力用最好的科技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科技让健康变得更简单。